哎，你好。下来擦没？最大的，最大的，他们以前我带你找那位老人的父亲，那时候他父亲也小，才20岁左右就被派到这边来，后来过来之后就没有家里，所以他说他有生之年想回来找家。我家有那个96岁的。你们说他父亲了、啊，那位老人的父亲那时候来的时候，他也很小很小。他说就在他有生之年想过来再看一下他父亲到过的地方，想问一下那些情况。日本他父亲啊，年轻时候派来这去那日本侵入中国，哎，打仗的。对对对，你妈说的，你那弟弟听到了。死在中国了。嗯。